小天后蔡依林今年代言22支广告，年收入上看7.4亿元，堪称是超级吸金王。而她在昨天晚间出席的名车活动，连唱3首嗨歌，现场宛如自己的小型演唱会。而她也透露了自己喜欢流线型的跑车，不过到底能不能买，一切都要看蔡妈妈同不同意了。小天后蔡依林金歌热舞让观众情绪沸腾，整个代言活动现场宛如自己的小型演唱会。快歌慢歌样样来，穿着亚克力制成的超短迷你裙，蔡依林看起来心情不错。而被问到平常有没有办法边开车边唱歌，小天后直言自己其实很容易分心，没有办法边开车边唱，所以还是得专心唱歌。没有办法边开边唱没关系，小天后今年代言了22支广告，年收入上看7.4亿，堪称是今年的吸金王。而她也透露自己最喜欢的是流线外形的跑车，不过小天后到底能不能买进心仪的车款，最后还是得要看蔡妈妈的同意。